的下来了，这里好多鱼啊，就在这边来，这里好多鱼在这里跑啊，看到没有？哦，来，这条已经干的差不多了。嘿嘿，过来，这条小桂鱼啊，哪里一个小桂鱼？来，这条，来，这里快干死了。真的，这个品种现在少。嗯，这个我们抓出来，等下我们把它放掉啊。它在这个位，在这里，等下要晒死了。喂，快点快点，这里有一头，这里刚才动了一下水啊。嗯，你看在这里啊，哎，就是这条吧，嗯，还飞走了。这里本来是一个电坝，今天在放水啊，你看好多人在这里抓鱼啊，他们上面那些应该是在那里捡田螺啊。哎呀，鱼在那里动了，快点，那里还有两条大的。这里啊，啊，哦，这条，哦，这条大，嗯，哎，这但是这条快。但是快干死了，快干死了，不怎么动了啊。嗯，那，放到桶里去。这条鱼你们那边怎么称呼啊？有两条的，好像。这里啊，那这里还有一个，很多条。哦，这个还没干，还没怎么干。来，这些鱼，嘿，这里还有一条小桂鱼啊。真的，这还有一条小桂鱼啊。这个桶里面应该有啊。你看，来。这条鱼好像已经死了哦。哦，干死了。嘴巴还有一点动。喂，这里，啊。那个什么？那。哎呦，这些鱼都干死了。这个你不注意看的话，是以为是个。那个是不是？哦，这里啊。嗯。是啊。这些鱼都干死了。这些鱼都干死了。嗯，哟，这里好大一点。把这些鱼先放到这里先啊。这里面还有很多螺丝啊。嗯。我们到这边来碰碰运气啊。哎，这边有啊。这鱼全部都干坏了，那这里一堆，你看，小鱼啊，这也不小啊，那这种，那哦，其实这个鱼还没死啊，哦，这种叫种子鱼啊，这我又换着把它捡起来，这个鱼应该也没臭啊，这个捡起来吧，嗯，哎，这边有鱼，快过来，那这里我看了几条了，那哦，78，哦，沾点水先啊，哦。我看你这干的要死了。是差不多要死了，因为这太阳一晒下来，这个温度很高。嗯，那条鱼。嗯。嘴巴摇，你脚面还有。左右还有没有？这是你不把它抓了，它也要死的，就跟刚才那边一样。啊。因为这个放那个这水库，它放。就是这个种植鱼的生命力强一点啊。嗯，要这小的小鱼的，基本上。那边还有一条。哪里？这里啊。嗯。是吧？是啊。啊，这个温度已经可能有10多度了，这个水温。今天太阳好大。哎，这里还有。这些都干坏了。啊。这也不知道什么鱼啊，这些鱼我们那里没有啊，我们那小河边没有，像这两个。那，干死了。那这里还有一条非常小的。那么小的就不要了吧。捡起来，等下把它放了嘛。等下那水温会不会就上来了？这个下午吧，下午应该要会上来吧。这里个大田螺，那看到吧？这里肯定有几百条，这里啊。哇，真的。这个位置难搞哦，水位不上来的话，这个小鱼也要干死了。这里有一条鱼，看能不能抓得到。你看，在这里啊，把它剖开，看到没有？这两条。看你的水平。水平可以抓到这条大的。来。来。一个。嘿嘿，看到没有？刚才还有一条的啊，还有一条有那么大的。因为刚才它在一起，所以我只抓到一条，另外那一条跑到哪里去了？这石头下面有个什么，在这里动了一下啊，这里，啊，这个里面啊，这个里面我把它翻开看一下啊，来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嗯，嘿，跑了，这个它也跑掉了，这个，跑了哦。抓到了，哎，这个是什么鱼？这个又是那种重把鱼啊。
这边他们已经抓过了啊。看看这位大姐的收获，哎，她抓了一条很大的啊、哦，哇，这么大，这条70磅很大啊、哦，还有这条，嗯，还有一条桂鱼啊，这桂鱼已经干死了。看一下这位大叔的收获啊，哎，他们搞的都比我大条，那我们捡的都是小条，他们打的都是大的了，嘿嘿，这个就大条、哦、啊，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地盘，他们熟悉一点啊。这下面早就没有了。哎嘿嘿，哦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，哦哦哦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在这个里，在哪里？在鞋子下面啊。我刚才想让你拍一下，要不然我早就抓到了。来，快了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你抓它吧，我这个。我想让你拍一下它。这个是什么鱼？这个应该是。啊、我们这边的土鲶鱼啊，这是啊。今天见了好多新鲜的鱼品种。嗯，收了。收了。好的，我们把原来这些捡起来啊，还有今天也捡了一餐鱼了啊。咦，哎，你看，啊，就这条大一点啊。哦，那条好大。这些小的还活着的鱼，我们现在把它放在这里啊。呀，这边好多沙子，你看吧。那这条活着啊。这有几条小鱼还活着啊，让我们把它放生了。好的，喜欢看我视频的给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啊。